剧《朝鲜律师》有于召唤、宇宙少女包娜主演，播出后受到不少观众喜爱。日前戏剧完美收官，于召唤就在个人社群上传一段未播出的片段，只见于召唤和包娜侧躺在床上，于召唤抱着包娜，亲昵的亲包娜的脸颊和耳朵，相当甜蜜。而于召唤也特别用包娜在戏剧中角色的名字，在文中写下我的所愿，但由于所愿在韩文音同愿望也有双关的含义，因此影片一出，瞬间引来大票包娜粉丝留言抗议，认为画面尺度太大，加上可能有损包娜偶像的形象，纷纷要求于召唤删文，说于召唤也将该贴文删除。而近日根据韩媒报道，于召唤受访时透露，该片段是经过制作组和对方演员同意后才上传的，如果没事先同意，不可能拿到片段，并表示是为了喜欢这部作品的剧迷上传的，没有其他意图，但因为很多人感到不自在，所以删除了贴文。